2022很多高人气演员纷纷回归，包括杨幂、肖战、迪丽热巴都有新剧播出。最近古装剧《卿卿日常》《点燃我》《温暖你》热度也蛮高的，究竟今年最受欢迎的角色是哪一个呢？最近陆网统计出2022最受欢迎陆剧角色 TOP10， 王鹤棣苍兰诀东方青苍第七名，杨紫沉香如屑进前五，星汉灿烂吴磊输给余生肖战。2022最受欢迎陆剧角色 TOP10， 杨洋饰演特战荣耀烟破月最高 V 榜指数 9.07， 杨洋在特战荣耀演的烟破月冲进第十名。他在国内媒体数据资料库 Vlinkage 角色指数最高达到 9.07， 这个角色和过去杨洋的荧幕形象截然不同。烟破月自大而狂妄，鬼点子多，一马当先，冲锋陷阵不畏艰难，拥有强大的意志力，不过却有点疯批。他是能力强大的天才，但天才和疯子往往只有一线之隔。他跑步可以从白天跑到晚上，被关禁闭还不停做俯卧撑，对别人狠，对自己更狠。许多观众都在吐槽杨洋的演技，觉得他把烟破月演得过于亢奋激进，但其实这原本就是这个角色的设定。烟破月有他的黑暗面，小时候曾被绑架，自己拼死拼活逃出来，逃出来后还被父亲指责不够优秀，所以他宁可不要命也不能不优秀。特战荣耀不像古装剧受众那么多，像这种军旅剧看的人一向不多，但却靠住杨洋自带的热度撑起全剧。2022最受欢迎陆剧角色 TOP3， 任嘉伦饰演请君陆言，最高 V 榜指数 9.16， 任嘉伦也是霸屏2022。上半年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，蓝焰突击话题度都蛮高的。下半年的请君热度虽然没能像苍兰诀、星汉灿烂那么高，但任嘉伦的剧一向期待度都很高。陆言一角不仅在 Vlinkage 榜单成绩好，在另一个统计平台猫眼，这个角色也获得10月的热度冠军。